嗯，那你等。啊这是开电源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嗯，怎么了？咳嗽。这个是修的，嗯，修的，嗯，这个是不动，嗯，再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嗯，再点一下，啊，这个就自动减脂，对对对，自动减脂，还有没有别的？这几个时间确实时间。这个时间，嗯，这个调时间，现在是八秒，可以调到两秒上，啊，过了八秒，这个是卷直时间，可以调到三秒上，这个是调温度的，嗯，啊，但是它现在是260度，嗯，啊，这没有的就可以上翻了，现在设定好了，现在好了，现在这一个是，现在这一个是。这个是工作的这个次数，嗯，啊，嗯，按一的话就是到零了，嗯，这个是自动，上面这个是半自动，是的。嗯，它全自动呢？全自动在哪里呢？哪一个？这个不。能不能全自动？它自动不全动，让它自己全自动不能动，不全动。哦，就是不能全自动啊，一定要按一下。对对，按一下，每次都按一下。没有，就这样直接按了。啊。那，嗯，就这两个方法来调是吧？对对对。只调这里。打开一下那个，那里面那个，这个，嗯，打开一下啊，这里面没东西，没有次件呢，配件呢，那啊，配件就是其中，嗯，其中范儿。这个，大件叠的都就够了，兄弟。这个是什么吃光啊？啊，这个是什么牌子？这个是电磁阀。啊，是什么牌子？调这个吧。去调这个上下这个速度的，调这个，是速度，对，速度的上下这个速度的，嗯，这个呢，这个往外调的话吧，它速度就快，嗯，上下速度就快，嗯，对不对？
等等啊，下来，这就是快。嗯，这点的是，点的是看看。啊，这样就快了。对。下面那一个呢？下面这个一个是下，一个是下来快。嗯。一个是上去快。对的。往右还是往左了？顺时针拧吧，嗯，就是慢，嗯，逆时针拧就是快，嗯。